今天我要唱首歌，一首祝福你的歌，愿你能幸福快乐，好运永远围绕着。人生就像一首歌，有人唱有人在和，最重要平安喜乐，要珍惜每一刻，把快乐传给每一个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春暖花开就在这一刻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走过的路一切都值得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坚持梦想我不怕坎坷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有得，今天我要唱首歌，一首祝福你的歌，愿你能幸福快乐，好运永远围绕着。人生就像一首歌，有人唱有人在和，最重要平安喜乐，要珍惜每一刻，把快乐传给每一个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春暖花开就在这一刻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走过的路一切都值得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坚持梦想我不怕坎坷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失去也许是一种获得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感恩所有，珍惜每一刻。有舍必有得，有舍必有得，平安健康已经是获得。有舍才有得，有舍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有得，祝福你能永远的快乐。有舍有得，一开始是当我们看到这个有舍必有得，我们被选到的时候，我们是非常开心啊，因为我们学生是已经连续拍 MV 很多年，小朋友们一听到BN狗狗会跟我们一起跳，哇，他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兴奋。其实在我们知道同时了过后，第一个我们是会先跟副校长讨论，过后就开始进行采选嘛，然后当我们就会报告请有兴趣的同学开始来到，就是来参与海选。其实他们彩排的次数是非常少了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再加上这首歌是不能提前让大家回家去听甚至练习，所以他们只能在学校练习。我们往年拍的 MV 其实都是艳阳高照，非常大太阳，那个效果很好很好，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开始下雨，然后乌云就开始有了，所以其实我们蛮担心的，我们一来的时候，但是后来看还好，因为有专业的 camera 跟我们手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其实问题不大。因为他们讲有机会上冰烟的 YouTube 啊，他们就非常兴奋。那时候到最后我们就会慢慢淘汰，就是他把动作做不对啊，哇，评选过程我们弄到很多小朋友哭，从1000多位到最后剩下140位左右。没有舍得，哪里来的获得呢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舍才有得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有舍必有得。那今年这个 MV 一定是 view 高高高高高，非常够力。新年快乐，有舍必有得。